谢琴教你节后返程路上如何拒绝和情侣换座。同志你好，那个可以跟我们换个座吗？我的座就在前面第三排那个，可以吗？我俩就处对象了，你看你。因为你太累了，不想换，于是你礼貌的拒绝。不好意思，我也不太舒服，对，不太舒服。那说不定到那边就舒服了呢。是是。别来了，我想动了。你看我俩，你说你个人在这儿，你说我这分排那边，粘住了。你一人粘住了。他是你男朋友 啊，是他应该坐这儿是吧？啊，对，你想跟我换是吧？对对对。你不好意思啊，你男朋友太帅了，我也想跟他坐一起。你男朋友太帅了，我也想跟他坐一起。很难超越了，朋友，真的太难超越了。你俩一辈子呢，就给我一段火车的距离。好厉害啊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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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